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中版的 Apple， 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华为最近刚发布的智能手表华为 Watch GT 3 Pro， 售价就从1399块起。外观上，华为 Watch GT 3 Pro 分别有两种版本，钛金属版和陶瓷版，这两款都采用了全新的外观设计和高端材质。而在我 office 的就是灰色的钛金属表壳版本，蓝宝石玻璃镜片以及陶瓷后壳，整体看上去都很高颜值，非常百搭。至于配置呢，它搭载1.43寸 AMOLED 高清彩屏，分辨率为466×466，采用了江电极技术与按键合二为一的 ECG 按键，按键表面采用钛色雾面镀膜工艺。搭载高保真信号电极材料，可精准传感心率信息，支持血管健康管理，同时提供100多种运动类型，其中包含了18种专业运动模式，新增了自由潜水运动模式、高尔夫球场运动模式。此外，续航可长达14天，重度使用的话可长达8天。充电速度相比上一代提升了30%，10分钟就可以充电25%。售价方面，灰色皮革46mm 售价1399块，白色皮革43mm 售价1599块，白色陶瓷43mm 售价2399块，如今就已经在大马开卖了，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华为专卖店看看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大家记得按赞、分享，还有留言你们的看法，也别忘了关注我的个人 IG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